我是施顺明，二十年来，咱高雄市每一遍的选举，我拢是担任随风地区民进党后援会会长，才是总干事。我含咱这个管妈管碧玲立委，我的熟识是对伊担任咱高雄市新闻处长开始，我就开始认识伊。过来时，我个人感觉讲，伊对做行政官员，即是讲伊来选这个立委以后做这个民意代表，伊的学识、伊的做人，包括伊的服务加伊的服务精神，拢使我非常的感受真深。我今仔日要慎重甲各位推荐，像这么那优秀、学识这么那优秀、做人这么那成功的一个民意代表，真正就是咱这边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里底最优秀的一个。我呼吁各位，咱这边啊，总共伫民进党党内的初选，唯一支持管碧玲，唯一支持管碧玲，然后接到电话的民调，唯一拜托大家支持管碧玲，谢谢，谢谢。